大雄参加基本学科能力测验，各科成绩分别为国文84、英文80以及数学92。如果成绩采加权计算，其中国文加重25%，英文加重50%，数学加重25%，是求大雄的加权平均成绩。好，来，国文84分，但是呢，因为加重25%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必须要乘上1.25，一就是原本的一，然后25%就是0.25。好，来，英文80乘上加重的1.5，然后数学92乘上加重的1.25，然后呢？我要除多少？就看全部加起来是多少啊？1.25跟1.25加起来是2.5，2.5再加1.5是4，所以我们就要除以4。好，偷偷去按计算机，回来告诉你答案叫做85。当然，考试你要自己用手算。